是踉踉跄跄的呢？啊？对不起。大哥的女人当不上。会有更好的。哎呀，您看这小绵羊啊，这可失望了啊！来，掌声有请五号、十号，有请两位。先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吧。要看吗？啊，看看吗？你怎么？哎，怎么刚才谈吐谈笑风生的啊？那现在都有点吭哧瘪肚了啊！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，一起来看。